刚好的没错。哎，这样可以。他是最差的。对。这个厉害，这个。小黄可惜啊，啊，就到八分可惜。对。但是他抽是八十牌，他手如果是站在僵持桌就走，那就好。他把油正手应该用八十牌，应该把这边很难的自己主动打。Yeah.